设计厅，台湾道地的波可椰子。三十八斤半，看嘛，看嘛，
敢若甲注射注射啊，人骨疼就是注射做甜点。甜点，嗯，哦。酸甜酸甜做对。嘿，那敢有人做甜点对？嘿，嘿，嘿。对，對，而且这颗好漂亮哦，觉得好像做菜很好。我知啊。哦。啊，做菜的那个，做菜的是拢爱煎的那个。嗯，好好好，谢谢老板。轻轻啊，过皮甲撩下开就好，啊，这心腹较浅落无要紧。就是用这个免洗手套，哦，它那个黏黏的那个哈，就用这手套把它粘上来，粘上来这个最好处理，也不会弄到手，我也不用洗手，就直接换手套，很简单。这完全不使用农药，
的西瓜啊？对，现在这个西瓜很少。真的很好，一般没有人用这个下去打，成本比较贵啊。还缺几杯？还缺三杯。这三杯还有缺吗？西瓜汁。还有缺吗？你说这个速度比我。
一只是足新足香的啊！这两天啊，今仔日就来到等王来，都无哪共啊！我规只车安插地库的，我话规台安香的，都隔两天啊，规库门都密封啊！我那个好闷啊！无，都隔两天啊，唔知拢为做过来香啊，偌偌贵嘞！好清楚，那下次记得去拿。你们下，你们下红肉的。红肉，我们这个是红肉吗？是白肉。高肉，高肉。点了劲啊！因为。这个就是红肉的，一把台就是内底肉是红色的啦。哦，这个叫白肉，啊，迄淡薄仔青皮的叫红肉。65，这个够大吗？太大了，太不太好，不过。来，往来先，内底先包哦。包啊，包呢？哎，这奶奶七条俩心，心俩菜。即摆讲讲，即只115吼。慢慢啊，食落去啦。有啊，慢慢食，足侪人会当等辛苦歹势。冷啊吼，冷啊无甜啊。我应该不要多想。
的人摆咧，伊讲吼，嘿，好像一条龙。迄人家讲的，讲好可爱哦、喔，我敢有。当地的波可椰子。Thank you.
什么凤梨？这个也是金钻的一种。这个凤梨很甜啊。冰过之后啊，比较好吃，肉很 Q 啊。如果它软了，再有办法抽出。家己的物件，家己买尔吼。我叫我办营业，我就倒啊。啊啦！你要搞我广告啦？没有，我这个游戏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只要客户加进来，我加入。我去年3月30要加1亿。天哪！我只做5个月，我已经上了，我快上董事二星，我上董事二星，现在1个月退休金。因为我们是到处还有，我到年底1个月至少超过50万。你要上市的话，对呀，你要上市就好了，不需要那么多。我这次走到哪里赚钱，他就给我的哦。Thank you.
切了他那么多，我让他怎么办？这不是在店内老弟啊没了好大、啊！大人公，原来这家已经现在改卖西瓜了。大功告成。怎么样？啊，哦，烫得动，就饱满。还是那个985的900块。看吗？喜欢吗？还是要这个？这个也可以。
没看到这么漂亮。好，现在有人在这里啊。我们在这里准备慢慢办。
您的。那个，哪家小怪小壮？啊，小壮的，还是咱那家小小壮？哪家是这边小？不用削好，就过来。啊，不用。切小块哦。对，那个切小块。去，哎、欸，队长。没关系啊，给他。你要吗？113，你要切小块小块。好，我们自己。你是不晓得？好的哈。还有客制化的切法。有啊，要切怎样切就。看客人的需求，有的要切一块一块，有的要切一整条的。是。要直，好，还好还好。
都是用手工雕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把它放了就好。